新嘉嘉宾来啦！年过40岁还单身的新北市话题美女议员李婉玉，就怕日后真的嫁表嘞。常年一直找不到适合对象的她，传出日前听见自己卵子频频呼救，担心日后无子，于是发起了冷冻卵子叫招令，就同样有阿婆生子危机的姐妹淘艺人张本鱼等人一同冷冻卵子留证。李议员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哦。台湾现实生活中还真的就有阿婆拼生子的案例发生。一名62岁老妇因为晚婚又罹癌而一直错失生子时机，终于有时间生了，没想到每个月该来的也都早就停了，于是日前就求助妇产科名医王怀林医师，没想到经由捐卵、活宫、取精疗程，这位阿婆还真的怀了对龙凤胎呢，创下了台湾最高龄产子记录。哎呀，消息传来真是羡煞不少屡战屡败的高龄求子女艺人呢。无独有偶的，在美国也传来了这样的老棒生猪新闻，只是这位美国阿嬷生的不是自己的孩子，而是帮无法怀孕的女儿当代理孕母。虽然有专家表示母亲替女儿代孕有可能会引发伦理问题，但对这些求子心切无缘受孕的女性来说，只要能拼得一子，要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。我今年27岁，可是呢，我现在没有任何的交往对象，也没有结婚对象，所以我想请问，我这样的状况，我是不是就可以来冷冻卵子？因为卵子它随着年纪，它品质会下降，所以如果你一旦超过35岁之后，卵子的良率就会往下掉，你的成功率也跟着会往下。所以为了它的经济效益来讲，你应该越年轻冷冻效果是越好。迟婚不婚导致生育人口下降，像柔瑜塔这样未雨绸缪的女性也越来越多。3年来，光在这家诊所就100多个未婚女性前来冷冻卵子。不过还是要先看看有没有卵子可以储存。所以看一下这个超音波，你卵巢功能看起来是非常的年轻，哈、哦。两边卵子加起来的数量大概少说有20颗以上，真的吗？嗯，状况是真的。这里太快了。没有没有，同时你的子宫卵巢的构造都没有长任何的肿块，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治疗。更精确的则是透过抽血来确定卵子库存量，并且决定接下来大约10天的排卵针剂量。而外观像只原子笔的排卵针，让许多女性能够克服恐惧自己施打，或者由家人甚至护理人员都可以帮忙。这段期间就由医生以超音波观察卵子的发育情形，并且决定最佳的取卵时刻。但是不管是大手术小手术，麻醉本身都是会有风险在，好，但是我认为这风险它发生的几率是非常低，大概只有1/5。那现在更好的消息是，现在有一种长效型的排卵针，你这个疗程大概只需要打1到2次，所以效果也更好了。虽然少数对麻醉过敏的病患，取卵可算是一个很安全的手术。取出卵子后，就放到这个-196°C 的液态氮储存槽，接下来就要看柔瑞塔何时想当妈妈了。